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边上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么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阿伯来定向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那么咱阿宏无所不谈，这个节目是每工拜一到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到四点。依然由小弟阿宏成群，甲咱网友。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下面看阿宏报新闻、分析新闻、批判新闻吼。这个朱镕基的这个翻版，这个绿台版呛民进党，哦，好戏哦，这个好戏。来，咱来甲看内容吼。这是台湾青报综合报道，在2000年总统大选前，朱镕基事件重演啊，佮拍一个问号吼，打一个问号。中国中央台办负责人。在五日，也就是大周日了吼，接受《人民日报》访问，中间啊来抨击个，伊讲哦，民进党哦，那是可能旧里强势个，就是主张一边一国，两岸并无和平个，而且这个发展
科研啊，这阿宏都讲过啊，阿宏进前都讲过啊。伊大陆就是凭九二共识，台湾才安然无事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即摆民进党诶，啊，包括什么前总统李登辉先生，啊，伊家己做总统诶时阵，伊家己签诶哦，九二共识迄伊家己签诶哦。那么咱进前啊，马总统都摕即个文件，对不对啦？签的人是啥人？总统李登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甲想，连总统李登辉都会讲笑话啊，你袂甲想？啊，伊咧讲讲人讲笑话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定下咧讲哦，咱台湾哦，无真话啦，会使安怎讲？即个政治人物吼，拢无真话啦。所以大陆伊的这个国台办负责人受人民日报访问的时阵，伊就讲啊，你，伊讲哦，民进党的吼，那是好人九二共识，就是主张一边一国，两岸并无和平，发展可言呐。并且伊咧讲民进党诶颠倒黑白啊，啊，极尽资料迫害诶即个人士诶，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回应伫咧讲啊，蔡主席已经讲得真清楚啊啦，维持现状啊，你甲看伫辩解啊，伫辩解啊，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伊无爱讲。这个前总统李登辉讲的，对不对啦？伊即马大陆都拖拖好这个民进党的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讲，啊，你蔡英文维持现状，啊，拢无爱表明啊，颠倒是非啊，对不对啦？就是民进党的这个最后底线，就是。黄伟哲咧讲的啦，伊讲哦，蔡主席吼已经讲甲真清楚个啦，维持现状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底线。中共伊的这个意见，民进党已尊重哦，听好。你甲想，已尊重啦，人咧甲骂伊嘛，伊讲已尊重。较早无共啊呢，吼，较早民进党的都。配配的叫啊！你吼对不对啦？你甲看，即马咧讲话无同，安怎？知影吼，大陆袂硬啊！吼，啊无较早的时阵安尼啊，街头拢袂共硬去吃你，啊！啊，到即马，即几年啊，人民行动啊，讲也无法度啊，已经节节败退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了后我有讲过啊，毋得成立一个中国事务委员会。对不对？准备要去甲大陆，吼、哦，啊来交流哩，吼、哦，啊无过去，民进党伊那袂讲中华民国事务委员会哩，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伊那合作中国哩，想就知影，过去大陆上届起去中华民国，看到中华民国。伊就安怎呢？伊就迄句话，独烂吼，独烂。即马较无啊啦吼，即马无。哎，安怎讲呢？因为即马都两岸人民拢有来来去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过时阵安尼啊，即个打击犯罪的即个签署等等的，大家拢有咧合作。啊，所以慢慢。啊，两岸交流，人民的交流，所以说那呢，对这个中华民国这四字已经袂讲反感啊，袂讲反感啊。啊，所以就是安尼生啊，豆豆啊来嘛，对不对啦？那么中国新闻网
伫个六日刊登一篇，标题是《中央台办民进党一边一国立场如何维持台海的这个现状》这种的这个文章。那么讲直指的吼，这个蔡英文，而且意味真浓厚啦，吼。那么评价民进党，并伫个讲台湾主流舆论，拢予主席会高度而且个肯定，唯独民进党批评抹黑。该文强调，火人救的共识将这个两岸推向战争的这个边缘啊，这种的这个论调，阿洪进前有讲啊，对不对啦？阿洪进前都讲啊。那么维持现状是底线，对这个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回应伫个讲啊。今日会用个讲，即个九二共识，毋仔在讲，无一定就会变啦。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伫个讲北京的即个方面，即种的即个宣告，只是不停伫个。紧缩台湾啊！啊，人伊会大声啊！但你即马你即个民进党诶，你即黄伟哲，啊，你无搁介大声，对不对啦？你哪会讲尊重？是毋是安尼？就表示啊，你著较软啊，对不对？人伊大声，你著较软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！那么这是真正破坏两岸和平的这个行为啦。啊，进前民进党拢共骂到无一地，迄拢毋是破坏就对了。啊，那么伊强调，蔡主席已经讲的。真明确啊！维持现状就是民进党最后的这个底线，未改变。对于这个北京方面，先声明表示予以尊重。那么，台大政治系的这个教授张阿中就认为讲，九二共识。是中共的这个底线，两岸互信的这个基础。北京将朱立伦视为新的这个党主席。那么国共论坛内面有必要将两党共识，而这个共识都重新嘛？对北京来讲，九二共识。代表的就是反台独，对国民党来讲是一种国标。北京当局当然无希望讲被错误的这个解读了。中台办就是中国台办负责人强调，五人九二共识。就是无法度人维持现状啊啦。西东承认一中一台啊啦，是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这个基础。以自我北京来讲，搁较谴责政大教授董正元混淆视听啦，而
认为讲的孙阿娘，伊的这个扭曲解脱，朱石辉为北京放弃国民党，而且董正元的这个所有方略的这个计划，拢被迫啊来终止。你甲看，人伊中共声头，对不对啦？你想介绍，哈？你要来阮家访问也好，要来阮家哈？啊，这个什么兄？要来交流也好，阮拢甲你终止啊！那你甲想，你甲想啦。阿宏有讲过啊啦，对不对？你台湾的时阵啊，你这学者也好啦，你这民进党的啦，你这绿营这啦，啊，你想介绍，想介绍就，你以后你做咧甲看，这个教授这个啊，哈，这姓董的啊，董正元啊。以后你要去大陆拜托的签证、诺斯啊，无啦，我要去啊，佚佗观光，诺斯啊，对不对啦？那么董正元第一六日伫个面书顶头表示的真遗憾，今日早起接到邀请单位的这个电话啦，表示接待单位目前无方便接待。阮啊，你甲想，伊讲的话啦，尔，那么随透过到大陆啊，是毋是啊？你甲看，因在台湾的这个年末，会使讲过来也是，过去也是啦，对不对啦？你着知影，大陆啊，国民党的和这个共产党的打败，走来台湾，人伊共产党有一套啊啦。好、哦、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你甲看，我拄啊，我呾呾调落来，你甲看，伊讲安尼啦，尔是毋是？大陆个有关单位就敲电话予伊，哎，董先生啊，歹势啦，哦，啊，你进前啊，你袂来阮遮个孙啊，尔，啊，阮已经暂时吼，啊，终止安尼先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那迄落看安怎，阮再佫甲你联络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！无方便接待，对不对啦？伊认为讲希望两岸会当搁较侪多元的这个交流啊，甲交通啦，拜托个。都干啦，人伊要放啦，伊若唔放，你台湾每你公交车，你绿营也好啦，蓝营也好啦。尤其是绿营，对不对？民进党的些啦，你若讲一句话，伊就甲你记条条啊。啊，若蓝营讲一句话，反说讲啊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讲了唔对，搁重讲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对唔对啦？伊讲哦，即会当促进实质伊的这个了解甲共识，拜托个。你讲到遐，我说我定定咧讲，啊，民进党咧讲到的时阵，嘴甲破了了。啊！你这个党员嘛是同款啊，你一厢情愿的嘛，对不对啦？中共哪有通好你安尼啦？拜托个，我定定咧讲讲，恁遮这帮人就是会当踮咧台湾，踮咧耀武扬威啦。你去大陆看卖啊，讲遐初你讲一句话，那恁大陆就甲你，对不对啦？你要去大陆的一寡计划，要访问的，也是讲要迄落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？马上人一通电话就甲你制止啊，吼、哦、对不对啦？什么咧共识咯？啊，无定义的伊就安心做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所以我定定咧讲哦，即个政治人物拢讲到嘴甲破了了，安怎拄安怎安怎拄安怎呢？啊，其实的，是毋是安尼？伊讲哦，建构两岸和平发展的这个。坚固基础，坚固基础，坚固基础，你都要成立、建立共识啦，
对唔对啦？你袂使踮咧台湾讲话唱秋啦，就是安尼生啦，尔啦。啊，并且认为家己只是客观的这个分析，哪有通互你客观的分析？对唔对啦？你讲你是客观啦，在因大陆的时阵尔，你是无客观啦，对唔对？你要客观就是啥？啊，你着承认旧日共识啊，这就是客观啦。是不是啊？你若讲其他无定义的话，那么你这就是无客观啊！啊，敢若咱台湾的对不对啦？那民进党咧讲国民党安怎？是不是啊？你顶位嘛是安尼啊？讲的时阵，人家旧日共识是无的啦，好笑的啦，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结果人马英九提出文件出来讲，哒，恁看麦啊！恁看嘛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都李登辉啊，三字啊，签字啊。啊，所以你来看，操，这政治人物，这个过去的这个总统，你来想看，莫讲迄个好笑话啊，你袂来想，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其他的咧，较早一国之尊的时阵，人家就讲好笑话啊，你袂来想，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？伊过去的时阵，中华民国总统的时阵，伊就讲啥钓鱼台是日本的啊，你袂甲想啊？啊，啊，食碗来洗碗锅啊，像这种的总统，哼，是毋是安尼？那么中国稳固九二共识，张亚中伫咧讲啊，北京方面认为讲，台湾的这个总统参选人。应该对于这个九二共识态度明确的这个表态啦。对于这个董正元的这个批评，是伫个讲自相骂怀安尼啦。主要目的是咧逼民进党表明对于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态度。伊还佫讲九二共识。就是两岸的这个护身符啦，本来就是啊，因就是安尼承认，唔只后来我有讲啊，对不对？直旁交流民间呢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我常常咧讲，讲这，就是或者民进党啊，这绿营拢一干干，拢踮咧乱啊，乱害去的啦，其实都无代志啊。大家平静的时阵，安尼啊，该当的做生意的做生意，去大陆做生意就做生意，去大陆旅游的旅游，对不对啦？都安尼都好啊，就干那这个民进党在点么乱啊，制造是非啊。唔管讲的时阵啊，顶头什么？贵为福，什么呀？挂落去就平安啊！本来人就是以救你共识的啊，惊你唔走台湾，唔走遐平静，对不对？这进前的时候卡袂掉，就要甲你弄啊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台湾人的时阵安尼啊，唔知要好歹，对不对啦？啊！那么，文大政治系教授林中山就认为讲，这个行为不足以代表官方的这个意见。啊，当然的啦，这民进党伊即马无咧执政，对不对？伊那是代表官方，本来就是啊，对唔？啊，这个教授嘛咧凊彩讲讲的，对唔对啦？伊大陆无咧管理迄落啊。你若民进党的赢讲的话，伊无佮意听，伊就是要甲你弄啊，就是安尼生啦，哪有甚物通迄款呢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国民党的伊政府伊会讲安尼袂？因为政府的时阵安尼啊，进前就是李登辉毋才讲的时阵啊，无这个九二共识，马英九无啊，马英九人伊是承认九二共识的啊，所以人无代志啊，好对唔对啦？啊！你都明明总统共签的，伊搁买的时阵那样硬拗，是毋是安尼？
啊，有的伊阁共拗无，啊，你甲想看嘛？看即种的时阵安尼啊，要甲人做人啊，哦，对毋对啦？无彩伊较早做过总统，对毋对啦？咱讲话要凭良心啦，是毋是？那么伊敢若是党对党的这个交流，有啥物公平？台湾家己会处理安尼啦？伊嘛质疑中国台办负责人并无清楚是啥物层级的这个官员安尼啦。啊，这哦，所以咱台湾根本这学者啥，根本讲到了解。哈、啊，什么咧？这政治的什么嘿啊？还是讲迄个什么国会迄落有一个专家对不对啦？但伊讲这话那是迄落，因迄无论发新闻，无论倒一个讲的，都是安尼发出来啊。啊，发出来是谁讲的？都是因最高领导的温准的啦。想嘛知影，对不对啦？要若无因安尼发出来。绝对因遐个经济嘛，生活在，对毋对啦？迄就是因顶头引进个，包括国台办个讲遐个话，嘛是拢顶头引进个啊。啊，口风个时阵，咱这什么台，什么文台，什么遐个教授，是毋是安尼？吼、哦，迄有个拢讲到到底分析什么国际、什么动态、什么吼、哦、外交都外交嘞安尼。啊，这个真简单个代志啊，伊咧讲遮个话。我听到到底，我就不服啊，对不对啦？什么层级？伊若发布消息的时阵啊，都是伊顶头的层级所命令落来也好，还是运转落来也好啦，都是安尼生啦。咱这教授，对不对啦？伊讲哦，而且的时阵啊，香港。中评社在台湾嘛有失点，认为讲媒体有夸大之嫌安尼啦，或者是讲的时阵安尼啊，被某一挂人士有心啊来操作啦，这不是操作啦，阿宏都讲过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伊即马搁咧辩解，问题的这个教授系这个林中山伊搁怎么咧辩解，对不对啦？啊！伊讲这话，大陆讲这话是怎么香港什么兄来台湾各位孙安尼啊？啊，诶，这个驻点对不对啦？哦，是因的孙安尼啊，发布假消息的就对了。伊这么讲的是安尼先。这种的阿方人来讲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拄则咱有讲啊，中国台办的这个负责人啊，负责人是啥？国台办的即马是啥？是啥物张辉还是啥物辉啊？我无介清楚，我袂记吼。好来，咱讲到这结束，其他的几位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。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来，有闲听阿宏唱首啊歌，来，快乐的农家，共同欣赏，再见，拜拜。爸爸的
点的一碗一碗的